一丝不挂，看得出来。好，那请我们的小四娜娜儿到我们中间。来，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嗨大家好，我是小狮子娜娜儿，然后我不知道讲什么。好，我身高158公分，体重44公斤，然后三围32一没有到一啦，好，然后25，然后34，对，然后IG 叫做 Nana Little Lion， 记得要去找我，小狮子娜娜儿。好，没问题。那我们刚才很好奇，为什么会叫小狮子娜娜儿取这个这么可爱的名字呢？因为想要可爱啊，没有啦，因为我是狮子座，对，然后大家都叫我娜娜，所以我叫小狮子娜娜儿，娜娜儿，对对对，儿，因为太多人叫娜娜。哦。娜娜儿，好不好？娜娜儿，来问一下哦，娜娜儿，问一下。哦，好。娜娜儿，就是呢，刚才大家都有被问到，就是在 OL 的经验，或者说有没有幻想过自己是 OL？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自己有没有当过 OL， 或者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呢？其实我没有当过 OL 哎，然后因为我毕业之后就一直都在就是。医美对护士的部分，对，那你有没有幻想过？幻想没有，因为护士已经够足够让男生幻想了，自己都没有幻想过。没有，他有没有穿过？今天第一次穿，我把第一次献给大家。第一次哦，对，就是自己剪的吗？不是，还是买来就这样了。不知道哪一间的那个搭配的衣服。哦，真的哦，是好像自己剪的，就是里面的那一件搭配，对。哦，不是，我是说这个没有自己剪的，没有，没有啊。对，金杯，你搞我讲，哪一间卖的？不知道，网路的，我都在网路买衣服。投诉他？不是，没有，因为这个是内搭，所以看不到，外面是一件毛衣。内搭外穿？不会啦，我觉得还 OK 啦，但是还行吧，还行吧。行，还行，若隐若现。有。我听到后面的声音都要把头发拨到后面。有吗？我觉得我侧面看得很清楚。对，难怪他一直站侧面呢。对啊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了。太明显了，太明显了。正面没有，正面侧面呢？要侧面，侧面有没有？哦，侧面非常的，非常。我跟你讲哦，穿 OL 其实里面应该穿白色的。对，其实白色的内衣裤才是男生的幻想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对，老实讲，对不对？对，早知道我就带来了。我跟你讲真的，因为黑色呢，基本上都是女生会穿的。嗯，好，没错。啊，白色反而是比较纯白，下次你要懂。好，下次我就穿白色。要新的哦，你知道吗？好吧，那所以你一出来就是护理。对对。哦，在医美啊。对。难怪本身这么漂亮，好不好？哎呦，那你可以改造他吗？一定要挑的啊。啊？什么？改造他？他已经够帅了，还要再。男生不用白啦，他不用啊，他其实有特色啦。对啊，他蛮有特色的。啊、OK 的。算了，特条，特条，特色，特条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的娜娜儿本身就是都一直在做护理，没有做其他的。没有哎、欸，真的哈、喔。对，除了打工。打什么工？打工在餐厅哎、欸，然后还有那个护理要护理还要去打餐厅。对，学生的时候。毕业之后就都护理了。对啊，因为那个很累。对啊，护理、餐厅还有什么？健身房。健身房。健身房。健身房，你这个 range 很大嘞。对，我只是外面的一个小员工而已。哦，还有什么？没了。好，那也不重要，好不好？对，不重要。最重要是让人家拍照来。好啦。来看前面。欸、我觉得你侧面好像对对对，等一下给我们一点侧面，侧面，然后那个手哦，啊、哦，尽量哦，然后那个头发可能可以拨一下，撩一下，对，哇，那个若隐若现的，就，非常的厉害，哦，对，感觉要从衣服冲出来，你在 OS 吗？来，右边，被讲到我都不知道摆什么
要专业，不能被我影响。我觉得前面真的没什么好看的，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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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配的这个网袜也是非常的性感啊，对啊。欸，好像 OL 大家都配网袜，为什么？是不是很懂？对啊，因为 日本片都这样教我们的，所以来谢谢谢谢。